你看看，好美呀、啊！你不是做的黑色的吗？没有啊，这是白色的、啊，黑色的还没裁好的、啊，还有布没到。这件是前几天做的，但是这件就做的花里胡哨的哈，太复杂了。但是好好看呐、啊！上身，这是肩宽，这是袖口，现在看得出是一个上衣没？看不出这个是一件衣服吗？图片，应该是衣服的那个裙子。嗯，裙子对，新疆舞的那个卡帕、外面那个挂马褂。这个缝纫机啊，那至少要20年。我又一件多了一件短裙了，这个花袖，它就上花边和拉链吧。花边还有拉链，一上它就这衣服就完成了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。转一圈，好合身，比较是偏偏，转一下可能。是啊，这个维吾尔族叫什么？这叫卡派。转一下，现在上花边。拉链和花边全部做好了，示范一下哈。哇塞，真的好好看哎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又做了一件衣服，要穿上那个维吾尔族的那个裙子才好看，才搭。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内裙也是我昨天做的，今天就做了这个外面这个卡派，这一套怎么样？好看吧？特别的好看。我设计了一个新款，是这样子的效果，这个袖子下面装了一个流苏，如果跳舞的话，这好有灵动感，是吧？灵活练的一动一动的感觉，好看。这件就是今天到的这个黑色的布色。对，我这件原创的跳舞服，穿去跳舞的话，应该会引起轰动。嘿嘿，打出去了。会的，舞友们都是很友善的。我这件衣服做好了，这件裙子，你觉得好看不？这个裙子的特点就是。我是做了一个大摆的，然后下面有黑色的蕾丝花边，关键是我自己设计的喇叭袖，还有这个下面这个流苏，不是一跳舞的时候就会有灵动的感觉吗？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已经10个圈了。这个塔吉克族的帽子在网上也是有卖的。因为我觉得太贵了，我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出来，所以这是我自己做的，纯手工做的哟。
Hayattan çektim onları, güzel olma. Hayattan çektim onları, güzel olma.